仙人井。仙人井哦，很美啊，这里很美，来看看。什么？我们可以拍全体照在这里哈，背景放这个。主导的，嗯，那边做到这里的一个小岛，我们的那个小小的岛，啊，要到那个小岛再做出。那边有一座金光屋在那里哈，那块比较白一点的岩石，太阳刚射出来，照在那个屋子上面，所散发出来金光闪闪。他们说，这村庄人都说呢，看到金光一发光的人都会大富大贵。哦，那这能钓鱼桨下去啊？他们是坐船。哦，坐船，不从这边下去吗？看不到飞弹。台站这边过去台湾，这是庙还是什么？那是庙。什么庙？我打了一半，我养。
可以，有对。哇，这个石头没了。对。Good night。我们刚刚不在旁边那个。